门都小佛塔，原来就是这个塔了。门都小佛塔。 哪一个是观音菩萨？左手边，右手边。应该右手边的。哪一个？你说观音菩萨是哪一个？右手吧，另外一边可能是大势至菩萨。他是哪个？大，他是这个。大势至。一个是观世音，一个大势。嘿嘿。不是，他是这边的。观世音。观。 这棵好像也不像榕树了，但是很大棵，很漂亮。这边也有图案，背后有图案，侧面也有图案。